life is free.犯规情况自己要学会判断。我觉得这种比赛，挺好的，而且呢，就是说，其实早就应该有，比起其他的那些娱乐活动来说，可能这种，有建制或者有组织这种比赛，对孩子的各种各方面能力培养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我觉得孩子们之间呢，能通过这种自发的、自我的这种管理呢，能够把比赛组织好，他们能自己作为这个主人翁，应该来讲，能锻炼孩子们的这种团队意识。能锻炼孩子的领导意识，小朋友们能够团结在一起，为了一个整体的目标呢去奋斗。对于孩子来讲，接触到不同的对手，接触到不同风格的对手，不断的去比赛，然后回去再调整，对孩子的进步跟提高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办这种特色的校园足球比赛呢，对孩子对家长都是一个提升。在北京如果没有很多地方能踢比赛，今天安排的活动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的梦想，我的比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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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参加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，像我们一样享受足球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涛。参加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，像我们一样享受足球的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奇。参加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，像我们一样享受快乐足球。我是井冈山。